就你一人吗？你是？巧了，我也是一人。那时与我竟有缘在此相遇，不如结伴同行。魔教妖女，停！出家人慈悲为怀，大师为何一见面就要打要杀的？废话少说！休想跑！好浓的花香。曾师兄，林师弟，不要过来。曾师兄，这是这奇花叫居里藻，最喜吞噬各类虫兽。幸而曾师弟博闻广记，不然遭遇这等奇兽，真不知该如何脱身。啊、林师弟小心！阿弥陀佛。啊，这等凶险之地，我们三人竟能遇上。当真是缘分啊，你说是吧，华夏师兄？不错，这怪花并非善类，此地不宜久留，还是赶紧走吧。林师弟，我们走吧。